表现得非常好，不过你太理想化了，你所设计的完全不符合我们的需求。陈主任，把这个案子交给别人做吧。是，经理。两个人不用了，俺全家人哦，来出去行行啊，好吗？好啊，俺全家的去姥姥去行行啊。嘿。去个。去个。我去哪？俺田工人，民宿用银行，还做唔得啦。俺莫乱用啦，俺不要，俺来靠用，好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俺谢师姐一家靠用咩？应该记得有一摆哦，老家油桐菜蟹都规间烧香香了。油桐，我是讲个油桐。这年搞加拉饭啊，太年冇计较。爸，今天见阿公婆，阿公迄个看到有老阿叔安样。俺澎湃出去看遐种唔会痛一下哟。遐啊，介有种哦，讲个友谊啊，因几家人哦，就喊得响啊，应该是欢欢喜喜相处啊，哈。慢言慢想，俺都没动想啊，但是也发生俺多的事情，俺都没有俺的心想啊。太傻啊！天房啊，你最近买参加太高是吗？有本事，你阿爸过生给你嘞，俺做的没讲了对吗？
心房啊，莫拿阿爸来当哈，伢心肝都多想埋啊，那当然唔厉害。爸妹，我爸怎么安样想嘞？佮做阿妹买药厂啊？好个啦，莫再佫讲个啦。啊，我伫个想，迄个阿公喊出来的话，今日唔要现买些药厂。那点点好嘛，是廿分啦。十分啦。阿天佑，你那个油厂多大要卖也卖卖？我老太坚持卖卖，唔肯签字，我哪有嘛个办法咯？这些人家内事哦，我是冇安多玫瑰时间，好来听听。排泄啦，好啦，唔帮我加建议的时间，我想办法同阿老太讲啦。讲到人家老太个怎样，是眼镜，那一大笔那么按简单的事情。我迄家去请阿哥呢，我了过去啦，佮听我闲的啦。好啦好啦，搿就分改礼拜的时间，最后一次咯，一礼拜天天咯。好好，我记得。暗示些哈，沈梦吼。阿哥，哪也不来做物个，带过来看看啦。哪来做物咯？阿哥，你啊，应该三十人年来创个。还有铁路局的退休金嘛？我今年按揭真紧要用到钱啦，去哪用啦？哦，天房，买做我们的拿伢钱了。拿赚一了。
因休丧个时节，有一摆啊，阿爸伫亲伊，我就老阿爸讲，我伊不甲亲伊。结果呢，因骑骑下个使用车，三门变过来，你就让我讲讲，等一下，我骗阿爸讲，阿弥陀，讲阿弥陀。帅黑妹，树春出来，树枝拢有飘草，深山的树的苗有高大呀。去吧，阿爸还没看呢。是啦，等下出来阿爸讲，阿五里渡哈。五里渡，黑啦，五里渡啦。上多细细时节，很唔会搭摆做很唔讲法了的话，来做做阮阿爸大事。搭摆强调，有一摆我真记得。牙根土已经讲到七八十土诶，牙齿根土土吼，牙床牛诶吧吼，唔好方便啦。好，可以。系啊，用迄喏，搭摆床牛，因就按病咧。有时间就想救，该这时间已经很忧伤了。哎呀，我还记得，打败枪友，跳那魔族的手刀，转去伢说伢唔爽伢怕，哎，两兄弟又了解讲啊，阿爸今天去深圳何做？麦粿系糖，听无？唔讲讲咯。阿爸高兴了，也未就无轻松嘞，很多年了。哥，我知啦。你讲，你阿咩阿爸留下来嘅，对俺来讲，最宝贵嘅财产。你爱买，我也一定买不买嘅。你讲唔起，要按揭嘅话，我想你阿妹老会穷用啦，老你阿片收点下咯。Thank you.
存款的事情都不好意思了。马路里你对泰国一有情，那时候该有从的事情我肯定太把的身体了的，也还有从的买的你穷哦，人家的钱办人家贵用的，没有想过啊，我跟我讲的要医药你啊，像你啊、矮啊，还有阿燕呢，那数据就好好的，你还拿到那毛钱，就实在不得了。要吗？很多年了。天啊，真应感谢啦！就是三十年呢，我妈老阿公嘛来什么安置社？哪个安置社啊？生眼就好了。你讲嘛该啊？就打算啊，那有啥？干后生二十年，就只能讲三十岁年龄啊。阿娘就做的三万大片加一套，阿娘啊。阿娘也做得咯。哎，我拉到阿妹通个两百两班哦，喊二十年把穿转了，那么。等咯，让做，是不是做死？我陪你收死啊！好啦好啦，
带上这副听听，家的东西很留在的呀，对呀、啊，就很做得用嘛。金宝，嗯，让你先拿转移了。呀，哥，唔系会用啊。坦白讲，压到钱，还冇办法解决啦。你睇到这片？也很多日，挨蛮多。做山庄，一整日的业绩也无几多，我绝对做唔得那样钱啦。哎呦，你喊喂，老有从买天啊？买油厂。是牙瘦的意思啦。讲正经的，是我向我老油厂买的，我也钱不盼得啦。金芳，你要不要怪牙瘦啦，牙牙是没办法的事情啦。好啦。这钱你还很难用啦，钱多钱少，做的天数几多就几多啦。我要做阿哥的，平常也无老人天数，也点多赚来，还会用点钱，我绝对做唔得安尼做啦，哥。你阿哈很烦，乜该廿该挨该啦？你钱拿转去啦！阿勇态度改变给有冲，阿勇来了。做生意，奈我又无方向了。这样是我一太多投资的时间，只有想到的。也就算。出到嘅问题，无天差，强运要变好也唔一定啊。大哥，好啦，唔是再个讲嘅啦。你家房要顾好了，我绝对唔会用到你家钱啦。大哥，
喂，喂，阿燕呢？喂，因为遐么？遐娘啦，我手中寄了一副查卡片，爱人关之些。哈，我想哦，我个签名复查给你啦，故说我就投给只卡片，你有喜欢无？因为送来复查母的啊，故送来就想送一种复查的卡片。安子生呢？唔会啦。哦，嘿哦，给阿爸帮忙喊好无？喊做得啦，身体还好。不过，娘诶喏，阿爸转来唔得么？其实阿爸伫台了没有一间药厂，不过因叫伊厂有点问题。我说阿爸就想来那边药厂买摕，见药厂对阿爸来讲，伊创药的唔免滴啊。我说阿爸就留起阿退休金，还有那几年老阿妈剩下来的钱，全出给阿爸。阿妈当然肯做坏事啊，不过前半暝，伊还是将阿爸的事老钱拿出来。安用就好啊，给帮忙哦，伊喊得呢。迄个阿妈神经太慢条，唔会计较俩计较计。歹势哦，明仔日讲要吃到冬草哦，像讲第位妈妈创业的事情。唔会啦，我安用讲啦，计着个没些事情呢，对无？你规部卡人哦，本来。经过的上上啊，无去发哦。迄几部卡就要三枪枪，无像伊个部卡。嘿啊，爱滴啦。哦，安阿妹，咪卡做第会使。拜拜。好啦，给唔起教。主任，各位同仁，大家好。今天最主要是针对我上次的设计做了大幅度的修整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，那上面我把之前设计的绿地啊、公园还有公共休闲空间全部都移除了。那这个动作之下呢，预计整个社区大概可以增加200户左右的住宅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做的不错，林辉加油，加油，恭喜你！真的这样觉得啊？嗯，可是我刚帮你看了一下啊，这个地方啊，要特别小心它的材质跟颜色，不然会比较危险哦。啊，对了，过两天我要去中部一趟。为什么？我帮朋友做了一个游乐场的咖啡厅设计啊。这样的。啊，对了。
你看这里，如果这个地方啊用砖红色的瓷砖做外墙的话，那一定很有设计感。其实我不喜欢这栋建筑啊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砖红色啊？我不喜欢这种样式的建筑。为什么？与其盖一间健身房，不如设计一块公园绿地啊。可是现在的人大家都喜欢健身房，不是吗？嗯？健身房只会让人家流汗，公园的话可以让人家运动，呼吸新鲜空气，然后放松心情。可是，在都市里面，对于建商来说，健身房比较有经济效益，绿地啊非常浪费空间。这是本末倒置。哎呦，英辉。不要又来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不能适应啊，可是现实跟理想本来就是有差距的。我知道啦，现实本来就是这样，你要去适应才是啊。嗯。哎。嗯。你饿了吗？嗯，我们去吃饭。好啊，吃饱我送你回去。嗯，我请你哦。爱团松白，看慢一下。啊，是哈南。很强呐！来来来，牛少牛少，来。Thank you.
哥，有错，那伊卖太好了。也含伊福啊，真的，伊跳床的跳多大，想都莫去做工人。你妈莫怪伊啊，伊要滴个小弟，伊讲伊无讲。也唔对啦，事情真紧，咩都按太条了。姚创卖唔得，也系阿爸留下来。阿妹要妹，当初都是无米，凡事有诶，嘛孤单啦。哦，你做你哪一卖体啦？那像把迄汗去晒去吧，伊要去掀去，又从迄死去啦，做着本去停顿去，想个两雄天天天啊，就算又从卖体嘞。因人喊出来，喊出来跳戏啊，喊出来做咩？系无？孙女老开恁娘是安样的咯？俺两三年双方无通用啦。
音测绘。喂，凯琳啊，吃个饭吧。好。我听人家说这个地方的东西不错，你等一下可以试试看看。你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要约我吃饭啊？对啊，不然还有什么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哪有怎么了？只是想请你吃一顿饭啊。我承认我有时候不是这么了解你，可是你的情绪我至少还读得出来啊。你干嘛强颜欢笑？我只是想照你说的，去习惯公司，去适应社会上的一切，但是我还是没办法。你想辞职？之前请我去做田调那家公司，最近又来找我，所以你又开始动摇，你又开始三心二意。正经啊！嘿呀！正经不是妈呀！嘿呀！阿叔，你又从做的地方了耶！哎呦！想要靠天亮天时，哪一次啊？第一天，你要是无法接受这游戏的规则，请你退出游戏。流过山，流过天，流向爱，土地的记忆涌入水中，心与爱也在一刹一刹，是祖先行步的。Yeah.